我们当前经济部董事长，还有游艇工会我们张理事长，外贸协会我们杨理事长，还有今天美国在台协会我们杜处长，包括今天来自于阿根廷土城市的查莫拉市长。 谢谢我们圣克鲁斯多夫大使哈金斯，谢谢今天我们两位立法委员我们邱毅议会林代华议会对我们游艇产业的关心支持，也谢谢我们高雄市这么多不分党派的议员，大家一起来关心高雄的游艇产业。 高雄的游艇产业是高雄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在这个过程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努力。当然，游艇的专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部分还需要有一些沟通。但是我会觉得台湾发展游艇产业。 高雄，我们在这个部分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希望中央政府在这个部分能够给高雄市非常有竞争力的游艇产业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现在刚刚我们卓次长也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全台湾有35家游艇的厂商，19家就在我们高雄。 我们认为90%以上建造的高雄所有的游艇，都是以我们的高雄港作为我们输出的港口。那高雄游艇的产值占台湾所有这个部分高雄市的产值就80%以上。那根据国际知名的游艇产业杂志，对世界各个国家。 80%以上的进行游艇的订单统计，台湾是从2013年开始，我们连续3年都是全球名列第6的游艇制造国，2016晋升为全球第4大。谢谢我们陈副总统当前人跟我们卓次长都了解游艇产业对高雄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未来中央在产业政策的一个制定上，能够给高雄唯一同时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我相信高雄这种精湛的游艇制造已经在国际上占有一席。另外，我们要跟各位报告，高雄游艇产业，我们三海合港。 我们这个地方气候还有产业的基础条件，产业的配套能力都是这个部分条件都非常的优越。那我们认为台湾生产的游艇得到世界各地所有游艇使用国高度的支持跟赞赏。那我们认为这些优越的制造能力跟高品质工艺的技术。 让我们游艇成为台湾的精品，台湾的骄傲。我们在这一点真的很感谢我们游艇工会所有的业者，非常的用心认真，对游艇业的发展，高雄市政府配合中央，我们共同来辅导整个业者制造更高品质的这个产业。 让我们高雄所有的就业，因为它有很多需要人工非常精湛，所以这个也会创造我们高雄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感谢。那我们认为说，2016的国际游艇展，那它的一个增长的目标达到100%，这一点我们真的很感谢外贸协会。 中央经济部，包括我们游艇工会，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这个目标达到100%。
那参展的厂商包含我们亚洲最大的游艇五金零配件的厂商，包括伟航企业有限公司，全球知名的游艇客制化的游艇厂商江宏，我们的游艇集团东哥企业国力有限公司，嘉信游艇集团，红海游艇国力有限公司，这个都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游艇的厂商啊，他们有效的行销台湾的游艇产业，也带动我们相关游艇产业的发展，包括观光的旅游。那我们知道游艇有关于我们游艇专章的法律，还需要再更进一步来做一个修法。我们希望未来屏东也好，阿公安县长也非常的关心，台南担心的市长，我认为未来我们的游艇产业，我们在南台湾区域的发展合作，让我们的游艇在这个部分，从台南的海域，包括高雄、屏东的海域，都能够很有发展。我想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域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所有人对我们台湾游艇产业游艇厂大力的支持。我们希望今天所有参展的厂商能够业绩长虹，我们的订单满满。我们要预祝今天台湾国际游艇展非常圆满顺利成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以及把大家的功劳来留下，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市长。